按照严禁炮船探险的法律，以及哥白尼吃人的行为，他将在炮世界首都被处死。这一天，几十万人聚集在行刑的中心广场上，等着观赏哥白尼被短路时美妙的电火花。但就在这时，世界科学院的一群科学家飘过来，公布了他们的一个重大发现。针尖号带回了沿途各段的岩石标本。科学家们发现，地层岩石的密度竟是随着航行的距离减小的。可你们的世界没有重力，怎么测定密度呢？通过惯性，比你们的方法要复杂一些。科学家们最初认为，这只是由于针尖号偶然进入了一个不均匀的地层区域，但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在不同方向上有多艘炮船已超过针尖号的航行距离，深入地层并返回，带回了岩石标本。人们震惊地发现，所有方向上的地层密度都是沿着向外的方向递减的，而且减幅基本一致。这个发现动摇了统治炮世界2万多年的密食宇宙论。如果宇宙密度以炮世界为核心呈这样的递减分布，那么总有密度减到零的距离。科学家们按照已测得的递减率很容易算出，这个距离是3万公里左右。哼，这很像我们的哈勃红移呀。是很像，你们想象不出红移速度能够大于光速，所以把那个距离定为宇宙的边缘。而我们的先祖却很容易地知道，密度为零的状态就是空间。于是新的宇宙模型诞生了。在这个模型中，沿着炮世界向外，宇宙的密度逐渐减小，直至淡化为空间。这空间延续至无限。这个理论被称为太空宇宙论。可密室宇宙论是很顽固的，它的占优势地位的拥护者推出了一个打了补丁的密室宇宙论，认为密度的递减只是由于炮世界的周围包裹着一层较疏松的球层，穿过这个球层，密度的递减就会停止。他们甚至计算出了这个疏松球层的厚度是200公里。其实对这个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都并不难，只要有一艘炮船穿过300公里的岩层就行了。
事实上，这个航行距离很快达到了，但地层密度的递减趋势仍在继续。于是，觅食宇宙论的拥护者又说前面的计算有误，疏松球层的厚度应是500公里。10年后，这个距离也被突破了。密度的递减仍在继续，而且单位距离的递减率有增加的趋势。觅食派们接着把疏松球层的厚度增加到1500公里。后来，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将觅食宇宙论永远送进了坟墓。五，万有引力。那艘深入岩层300公里的炮船，叫圆刀号。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探险炮船，配备有大功率挖掘机和完善的生存保障系统，因而它向地层深处航行的距离创造了纪录。在到达300公里深度，或说高度时，船上的首席科学家，我们就叫他为牛顿吧，向船长反映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船员们悬浮在炮船中央睡觉时，醒来后总是躺在靠向炮世界方向的洞壁上。船长不以为然地说，思乡梦游症而已，他们想回家，所以睡梦中总是向着家的方向移动。但炮船中与炮世界一样是没有空气的，如果移动身体就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蹬踏船壁，这在悬空睡觉时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方式是喷出自己体内的排泄物作为驱动，但牛顿没有发现这类迹象。船长仍对牛顿的话不以为然，但这个疏忽使他自己差点被活埋了。那天，向前的挖掘告一段落。由于船员十分的疲劳，挖出的一堆碎岩没有立刻运到船底，大家就休息了，想等睡醒后再运。船长也与大家一样，在船的正中央悬空睡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与其他船员一起被埋在了碎岩中。原来在他们睡觉时，船首的碎岩与他们一起移到了靠向炮世界方向的船底。牛顿很快发现，船舱中的所有物体都有着向炮世界方向移动的趋势，只是它们移动得太慢，平时觉察不出来而已。哈哈，于是牛顿没有借助苹果，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哪有那么容易啊？但在我们的科学史上，
万有引力理论的诞生比你们要艰难得多。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当牛顿发现船中的物体定向移动的现象时，相当然地认为引力来自泡世界那半径3000公里的空间。于是早期的引力理论出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谬误，认为产生引力的不是质量，而是空间。能想象，在那样复杂的物理环境中，你们牛顿的思维比我们的牛顿可要复杂的多了。是的，直到半个世纪后，科学家们才拨开迷雾，真正认清了引力的本质，并用与你们相似的仪器测定了万有引力常数。引力理论获得承认，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一旦意识到引力的存在，密实宇宙论就完了。引力是不允许无限固体宇宙存在的。太空宇宙论得到最终承认后，它所描述的宇宙对泡世界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泡世界，守恒的物理量除了能量和质量外还有空间。泡世界的空间半径只有3000公里，在岩层中挖洞增大不了空间，只是改变空间的位置和形状而已。同时由于失重，理核文明是悬浮在空间中，而不是附着在洞壁，也就是相当于你们的土地上的。所以，在泡世界，空间是最宝贵的东西。整个泡世界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血腥的空间争夺史。而现在，经文空间可能是无限的，怎能不令人激动？于是，从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探险浪潮。数量众多的跑船穿过地层向外挺进，企图穿过太空宇宙论预言的32000公里的岩层，到达密度为零的天堂。6，地核世界。说到这儿，如果你足够聪明，应该能够推测出泡世界的真相了。你们的世界是不是位于一个星球的地心？正确。我们的行星大小与地球差不多，半径约8000公里，但这颗行星的地核是空的，空核的半径约为3000公里，我们就是地核中的生物。不过，发现万有引力后，我们还要过许多个世纪
才能最后明白自己世界的真相。七，地层战争。太空宇宙论建立后，追寻外部无限空间的第一个代价却是消耗了泡世界的有限空间。众多的泡船把大量的碎岩排入地核空间，这些碎岩悬浮在城市的周围，密密麻麻，无边无际，以至于使得原来可以自由漂移的城市动弹不得，因为城市一旦移动，就将遭遇毁灭性的密集时雨。这些被碎岩占掉的空间，至少有一半儿永远无法恢复。这时的元老院已由泡世界政府代替，作为地核空间的管理者和保卫者，疯狂的泡船探险受到了政府严厉的镇压。但最初，这种镇压效率并不高，因为当得知探险行为发生时，泡船早已深入地层了。所以，政府很快地意识到，制止泡船的最好工具就是泡船。于是政府开始建立庞大的泡船舰队，深入岩层拦截探险泡船，追回被他们盗走的空间。这种拦截行动自然遭到了探险泡船的抵抗，于是地层中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战争真的很有意思啊。也很残酷。首先，地层战争的节奏十分的缓慢，因为以那个时代的掘进技术，泡船在地层中的航行速度一般只有每小时3公里左右。地层战争推崇巨舰主义，因为泡船越大，续航能力越强，攻击力也更强大。但不管多大的地层战舰，其横截面都应该尽可能的小，这样可以将挖掘截面藏到最小，以提高航行速度。所以，所有泡船的横截面都是一样的，大小只在于其长短。大型战舰的形状就是一条长长的隧道。由于地层战场是三维的，所以其作战方式类似于你们的空战，但要复杂得多。当战舰接触敌舰发起攻击时，首先要快速扩大舰首截面以增大攻击面积。这时的攻击舰就变成了一根钉子的形状。必要时，炮舰的舰首还可以形成多个分支，像一只张开的利爪那样，从多个方向攻击敌舰。地层作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一艘战舰都可以随意分解成许多的小舰，多艘战舰又可以快速组合成一艘巨舰。所以，
当两支敌对舰队相遇时，是分解还是组合，是一门很深的战术学问。底层战争对于未来的探险并非只有负面作用。事实上，在战争的刺激下，炮世界发生了技术革命，除了高效率的掘进机器之外，还发明了地震波仪。它既可以用于地层中的通讯，又可以用作雷达探测。强力的震波还可以作为武器。最精致的震波通讯设备甚至可以传送图像。底层中曾出现过的最大战舰是现世界号，它是炮世界政府建造的。当处于常规航行截面时，现世界号的长度达到150公里。正如舰名所示，相当于一个长长的小世界了。身处其中，有置身于你们的英伦海底隧道的感觉。每隔几分钟，隧道中就有一列高速列车驶过，这是向舰尾运送掘进碎石的专列。现世界号当然可以分解成一支庞大的舰队，但它大部分时间还是以整体航行的。现世界号并非总是呈直线型，在进行机动航行时，它那长长的舰体隧道可能形成一团自相贯通或交叉的十分复杂的曲线。现世界号拥有最先进的掘进机，巡航速度是普通炮舰的一倍，达到每小时6公里。作战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10公里。它还拥有超高功率的震波雷达，能够准确定位500公里外的炮船。它的震波武器可以在1000米的距离上粉碎目标炮船内的一切物体。这艘超级巨舰在广阔的地层中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消灭了大量的探险炮船，并每隔一段时间将吞并的探险炮船空间送还炮世界。在现世界号的毁灭性打击下，炮世界向外部的探险一度濒于停顿。在底层战争中，探险者们始终处于劣势，他们不能建造或组合长于10公里的战舰，因为在底层中，这样的目标极易被现世界号上或炮世界基地中的雷达探测定位，进而被迅速消灭。但是要使探险事业继续下去，就必须消灭现世界号。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探险联盟集结了100多艘底层战舰围歼现世界号。这些战舰中最长的也只有5公里。战斗在炮世界向外1500公里处展开，史称1500公里战役。